大家好，前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了绘画控制，包括 Cookie 和 Session 两种技术。 Session 和 Cookie 这两种技术呢，我们都通过一个用户登录的过程来演示了 Session 和 Cookie 的使用。那这节课开始呢，咱们介绍一下 Session 的一些高级用法。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绘画控制的高级用法主要是 Session 的一些高级用法， Cookie 的用法呢就是咱们前面用过那么多技术。那么像 Cookie 咱们解决不了在线用户信息的东西，也不能跨级保存，它主要都是保存在客户端服务器上，那只有 Session 能实现这些技术。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将 Session 信息写入到自己定义的位置，那主要就是跨级保存 Session。 我们有这么几种解决方案。默认的 Session 呢，咱们上节课介绍的时候都说了，以前的那些课程介绍过，都是将 Session 写到默认的位置上。那如果用户量大的话，那个默认文件呢，那或者那个磁盘一般的呢不够我们保存用户信息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单独用服务器来保存 Session 信息。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可以保存到本机，如果本机硬盘不够用的话，我们可以保存到远程的机器上。如果想保存远程的机器上，在 Linux 下边，在 Linux 下可以使用，比如像 NFS网络文件系统，或是使用什么 Samba 文件夹共Linux 下的和 Windows 文件夹共享的一种技术，一种服务器。如果是 Windows 做服务器，可以采用共享文件夹的方式。来实现跨机。那这个呢，用这种方法实现跨机呢比较容易，只要我们用操作系统级别使用 NFS 将别的机器连上，或者使用38共享远程的 Linux 或者 Windows 操作系统， Windows 呢共享远程文件夹，直接在配置文件修改保存的路径，就可以保存到远程机器上。这样的话不容易控制，比如说解决用户在线信息这些东西。所以呢，通常如果数据量比较大想自己管理的话，通常自己手工的去写，把它保存到文件，或者是使用数据库来实现 Session 信息的保存。其实保存绘画信息，既可以保存大量的用户管理方便，又想让效率非常高效，那解决的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咱们前面讲过的 Memcache来保存这个绘画信息，也就是用户的所有数据。所以呢，咱们呢将用三节课来介绍如何用文件的方式，自己定义的文件的方式来保存绘画信息，如何使用数据库来保存绘画信息，如何使用 Memcache 来保存绘画信息。那这几个信息呢都可以解决在线用户信息的统计，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论坛呢，或者是博客啊，都会知道，或者是像聊天室，当前在线用户有多少，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在看这些问题之前呢，其实呢，无论是保存的文件，还是用数据库来保存 Session 信息，还是用 Memcache 来保存绘画信息，原理都是一样的。都得借助于 PHP 的 Session 里边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函数，都是通过这个函数叫做 Session set 保存 DLER 这个函数来实现的。那么这个函数咱们会详细介绍。在看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配置文件。因为咱们在前面课程中介绍的时候，在介绍配置文件的时候呢，咱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为这节课准备，这节课咱们详细介绍一下常用的配置文件中的选项。咱们先把配置文件打开，当然它在 C 盘下 PRP.RI 下边，看一下，这就是 session 的信息，有这么多配置选项，当然这里边就把我这里边提出来的这么多详细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里边呢，我先写一个 session 可以使用的例子，比如说第一个页面我们叫做1.PRP， 我在这里边呢开启 session 向服务器保存数据，SESSLN session start 保存数据，然后输出 session ID， 也输出一下session 名 session name， 连接一下 session 名对应 session ID， 换一下行，然后咱们这里边其他文件咱们再降两个文件，比如说第一个是设置 session 信息的保存到服务器上，前面咱们已经做过例子了，这里边呢展示咱们再写一下，主要是解决咱们配置文件的使用。第二个页面，然后第三个页面，比如说 THRE.PRP 主要是注销。好，这三个页面，在 Y 页面中我开启 session 并向 session 里边保存几个数据，比如说 is login， 比如说是3等于1，然后比如说保存一个用户名，比如说等于admin， 当然我可以保存多个变量和数组，假设这块保存一个 UID 等于第333个用户，然后假如说我还可以把一些数组的信息保存，这里边我就不多写了，这是设置 session。 然后在二级页面里边我们去获取 session 数据，输出就是直接打印数组，咱也别一个一个去打印了，到了副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信息，再输出一下换行，这是获取 session。 然后第三个页面咱们用来销毁 session， 先把 session 所有的数组内容清空，然后如果它是基于客户端 cookie 的，如果 is set 到了符下划线 cookie 在 cookie 里边，当然这块是 session 名了，如果 cookie 里边有 session ID 的话，使用 set cookie cookie 把它清除，它保存的 session cookie 名就是这个 session 名，然后值为空，时间呢让它过期就可以注销掉，减100，然后呢以所有的根路径下边的 cookie 全的取消，然后最后销毁。销毁 session。好，这就是几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保存 session， 我们看默认保存在什么路径下，我打开浏览器，当然你用 IE 和火狐都可以做实验，这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先说 PRP， 先访问 1.PRP 页面，开启 session 了， session 名咱们获取到是这个了， session ID 是这个，然后我看一下到 to 页面我能不能获取这三个值，也获取成功了，然后我在 three 页面.PRP 销毁它，好，它就没有什么 session ID 值了。那我现在执行的这些过程，session 保存到哪儿了？那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咱们都知道这个保存路径也在配置文件里边，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路径默认保存到 C 盘下这个地方，当然了，我可以通过改变这个路径的方式把它改到我想要的地方。
都是可以的。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先从这个这前三个属性咱们先看一下。session name， session 点 name， 这个呢是 session 的名称，指的就是这个名称，能获取到这个配重间指的名称。这名称呢你是可以改变的，当然改变的时候呢，客户端 cookie 里边使用这个名称，比如说刚才咱们注销的时候我就使用这个名称，然后把 cookie 注销掉。如果大家对 cookie 不理解的话，你看一下咱们户外控制第一节，咱们就介绍的 cookie 的用法。那相信呢，你从第一节看过来的，那肯定对这个 cookie 呢就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这个名称呢，咱们上几课专门说过，这里边也不用说了。这个呢是开启 session 的。然后看这个，user choose SID。这个呢咱前面也用过，咱说开启这个值，开启这个值怎么的，我们在不使用 cookie 的情况下，它默认是关闭的，不使用 cookie 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将所有的链接，将所有链接都干嘛，都指定将所有链接都指定成那个 session 名加 session ID 的形式，也就是说明它是否是启用透明的 SID 的支持，这个是否启用 SID 的支持。这个呢咱们在上一节课也用实验呢详细介绍了这个。它的默认值呢是0仅用的。那这个呢咱就不详细介绍了，上节课介绍过。那看来这个session路径，默认保存是吸盘下这个地方，管理员下边这个。当然不管在 Windows 下利益下你都可以改变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不好控制，比如说C盘下空间不够，对吧，那我就可以给它指定到 D 盘上去，比如说 D 盘下边的 SESLN session 信息。但是呢我必须得有这个路径，比如说我在我电脑我的 D 盘下边我建一个这个路径 SESLN， 建个这个路径，然后呢我重启一下服务器，我就能将我的 session 信息保存到我现在指定到的 D 盘目录下。我们来看一下，我得先重启一下，因为改变配置文件了，我就必须得重启一下重启一下外部服务器才可以。好，我们现在把 D 盘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浏览器打开，首先我们看注册的时候会不会在这生成一个文件，1.php， 你看一下，有了 session ID 了，你看到了吗，就会在这块用一个文件保存当前这个用户信息的这个内容。那我们打开文件看一下，它里边是一种存储，专门存储绘画的一种格式，你看辩论名值是 h 整数的1，用户名字符串有5位的是这个 UID 是整数的333，就可以看到这些信息。那如果再有第二个用户登录，你看啊，我现在假如说再有一个第二个用户，假如说用火狐吧，再去登录，因为用 IE 除非你新开一个，因为我这个绘画控制它是关闭浏览器就失效，这是默认的，一会儿咱们再介绍。比如说我现在用火狐，我再开启一个这个 localhost 下边的细说 PHP 下边的 1.php， 好，你看这是火狐的，火狐的 session ID 和这个 session ID 不一样，所以它的文件命名呢就是以 SESS 开头，后边就 session ID， 比如说 C557， 这是 C57， 这个呢是 F115 两个。然后呢你到其他页面它都会重新改写，比如说 2.php， 这都不会变的，用户名到在火狐里边也是一样的，比如两个用户 2.php 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注销掉，比如说我把这个 IE 这个注销掉 ,THIE3.php, 看一下文件 ,IE 那就没了，只剩下火狐这个 ID 是 FE152 这个文件了。那现在假如说我不是注销的，你看我再重新登录一下 ,1.php, 开启了，我关掉浏览器。看到吗，它还在，
如果咱们统计在线人数之后之类的，用户都是点退出按钮，那这个呢，就会session的文件也会自动消失，咱们统计有多少文件就知道有多少文件在线了，这很容易。但是呢，就是因为用户如果不是注销的，就像我刚才关闭浏览器，这个文件还存在呀，你看，还是这个信息，刚才登录的，那咱就要知道这个文件存在多长时间呢？假如火狐，我也在关闭一下，它都不会消失啊。那要知道这问题，那这几个呢，咱先不看，那就得看这几个值了。这几个值有什么作用？计息是什么意思啊？计息是垃圾回收器的意思。这个垃圾回收器怎么缩写呢？你看啊，是GARBAGE 垃圾，它的缩写也就是垃圾回收，专门有一个三一控制，专门有个垃圾回收的机制。什么叫垃圾回收？刚才我关闭了两个浏览器没有销毁，那两个用户呢，现在假如说我再重新登录，它会有一个，你看我再开浏览器 Logcost， 比如说我再访问这个比如说 PRP 下边的叫做 1.PRP， 又重新登录，它会新成，因为关闭浏览器原来那个 session ID 已经没有了，又重新一个 session ID， 你看 F084E 跟原来没有，前面的两个就是垃圾了，已经在服务器中是没有用的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因为现在同一用户同用浏览器嘛。那如果现在你做统计人数的话，在线统计人数之类的，那有可能是三个用户在线，明明现在只有一个用户在线，所以呢这两个就成为垃圾。有垃圾的时候，咱们就得多长时间将垃圾回收，所以咱们有一个属性专门在这块指定的，找一下啊。哦，过了，看默认指定的是1440秒，这个单位是秒，也就是咱们用这个属性，用这个属性垃圾回收，这个属性呢是指定过了多少秒之后数据就会被被视为垃圾，多少秒就被视为垃圾。那被视为垃圾的话，那想象一下，它就会被怎么呢，并被清除。看一下，指定的是时间，那现在我把这个时间改小一点，你看啊，我给它改成40秒，改成40秒。好，我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咱们产生几个垃圾，看一下40秒之后成为垃圾的会不会被自动清除。好，重新启动了，我现在先手动的把这三个文件都删掉，然后我再重新创建出垃圾来，刷新一下，你看这出现一个，然后关闭浏览器出现一个垃圾，然后再开浏览器，再访问同样的地址 1.php， 然后这个我再关闭浏览器，我再开启一下 http 冒号 localhost， 再访问这个下边 1.php， 好，这个呢不成为垃圾。现在我们开启时间，你看现在头两个呢其实已经被成为垃圾了。现在你看我把这个时间打开，你看着这时间我指定40秒，那是不是40秒之后这两文件就会被自动删了呢？你现在咱们验证一下，现在我已经是那个垃圾回收器已经指定40秒来启动了，那你看一下会不会被删掉呢？其实现在第一个文件其实已经超过40秒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文件其实已经超过自动表了，但是呢它没有被清除，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自动被清除。那还需要什么指令呢？你看我这里边还有下边这两个指令，也是跟垃圾回收器有关的，这两个呢其实要配合使用，它的值呢默认等于一，它的值呢默认等于100。你看它俩合起来就是用来管理垃圾回收器进程启动概率的，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启动什么？启动进程管理，谁的进程管理啊？垃圾回收器，也就是 GC， 垃圾回收进程管理的概率的概率用的。那是怎么管理呢？怎么管理呢？因为这两个合起来定义初始化时启动 GC， 什么时候启动垃圾回收器啊？初始化时，什么叫初始化时？塞身什么时候初始化呀？就是 SESLN 塞身 start 的时候是初始化。那么这俩合起启动是在初始化时候，然后进行的概率，这个概率就是他们两个值相除，它的值除以它的值。那现在如果它俩值是一个是一，一个是100，那么这个是就是1/100，那这就意味着请求中1%的概率启动 GC。 什么叫1%的概率呢？也就是现在虽然我指定了40秒，40秒它就已经，现在你看虽然我启动的在配置文件里边，刚才我启动的这个值是40秒，这两个值你看一下配合，就是概率的问题，1%秒嘛，1%的概率什么意思呢？看好了，我已经启动40秒了，然后这个概率值呢是现在1%，现在呢已经过40秒了，这两个已经是成为垃圾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用户动作，关闭浏览器的时候产生的，这两个成为垃圾了。然后呢1%的概率，也就是我这里边万点 PHP， 我不管执行我服务器上哪个文件都会启动塞身，只要启动塞身的话得100次中有一次会启动垃圾回收器把它俩回收。那如果我这样把这个两个值这块也改成一，那概率就多少啊？每执行过一次塞身 ID， 那就会回收一下垃圾回收。那说这样多好啊，每次启动了如果没有垃圾的话，那塞身 start 就是开启，如果有垃圾回收的话它就回收垃圾啊，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想象一下，在你同一个网站，比如说现在我改成是1:1了，那么它俩相值相除概率就是一。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100个用户同时登录到你的网站里边，那有可能每个用户都执行页面，执行页面每个用户执行都会执行一下30 start， 所以有可能在同一秒钟之内你就回收了100次，这样太频繁了。如果咱们做实验的环境下，你把它改成1:1，每次启动的时候回收一些垃圾，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正你这项目放在服务器上，同时有很多人在线的话，每个人都会执行页面，都会执行30 start，所以呢那每执行一次，假如100个人每个人执行一次就执行了100次，那么就回收了100次。如果你把概率变成1/100，这样的话那么100个用户同时操作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清除一下垃圾，因为100个人每个人操作一下有可能有1个人的概率就启动垃圾回收器了。所以呢这个值根据你网站登录的人数而定，比如说你网站在建设的初期登录人很少，比如说就10个左右，那你可以把它计算1/10，对吧？如果你网站登录人每秒钟有假如说有几千个，那你可以变成1/1000，这是概率的问题。那现在呢
我现在做实验，我不能说刷新100次才能回收一次，我现在改成1:1，你现在看一下，我现在再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垃圾回收器，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你看现在这里边，我现在随便刷新一下这个，你看那两个文件都被清除了。它并不是说到40秒，一定要记住，并不是到40秒自动服务器就删，你再得有一个30 step 的动作，比如说别人任何一人操作页面都会执行30 step，它就会启动垃圾回收器，把那些垃圾回收。这就是session 里边垃圾回收器的这个概念。要知道这两个值配合这两个值，我们才可以完成这个绘画控制，就是垃圾回收器的清除。那如果假如说用户在这块一直操作呢，比如说这块操作完这个，操作完 2.php， 那是不是在操作的时候，记着如果用户有动作，30 step 呢会重新设置它这个时间。所以只要在不成为垃圾，用户一直有动作，那这个呢就不会怎么的，不会将它清除，session ID 不变它就不会清除，重新改写这个。如果 session ID 变了，那它就是一个垃圾的东西。现在假如我这个浏览器不关，虽然它是指定40秒，那我 cookie 呢在客户端只要保存7天，那我7天之内我浏览器不关的话都不会重新初始化，都会在登录状态。那如何让它比如说让浏览器等，假如说40分钟或者1分钟没有动作，让它自动再重新登录呢？你看一下，那就通过谁的值来帮我们完成的，就是在这里边我们指定的还有什么用户的使用 cookies， cookie 保存的路径， cookie 的域名， cookie 的什么生存时间。因为咱们上节课重点介绍了就是用 session 保存什么东西啊， cookie 的信息，就是基于 cookie 的session 信息，这是上节课咱们重点介绍的一个内容。比如说这个使用 cookie 这改成一，就是是否指定客户呢用 cookie 绘画，默认值呢它就值是一，在配置文件里边。这块呢是指定 cookie 的一个指定绘画的 cookie 的路径，就是在服务器中哪个路径下边都使用对应的 cookie， 默认是跟。所以呢咱们在删除 cookie 的时候，注销 session 的时候，这咱们上节课也会重点提过，一定要指定这个根嘛，像根下边所不加这个的话， cookie 下边保存的 session 你是注销不掉的，所以要注意这一点。然后这块指定那个指定了设置绘画 cookie 的一个域名，默认是没有，就是空，会表示根据 cookie 这个规范产生 cookie 的主机名，这一般都是自动的就可以，咱不用改。这个则是 cookie 在客户端保存的时间，比如说你让它什么3天之内登录，比如说保存3天，或者是保存1个礼拜，保存半年，那都是通过这个时间来指定的。它呢就是以指定了发送到浏览器 cookie 的一个生命周期，默认值0，0就是关闭浏览器的时候，这个 cookie 在客户端也就会怎么的，也就到期了，也就会消失了，所以它默认值是0。那现在我关闭浏览器 cookie 就到期，你看我现在的 cookie 是89103，你看我现在关闭浏览器，我现在再开，下边的 1.php， 你看值就变了，是 C4。 因为咱们现在一次每刷新一次是开启绘画 C4F， 是这样的。那如果我指定，你看我在这时间改掉呢，假如说我这个 cookie 的时间我这里边改掉cookie 的路径，找一下 cookie 的生存时间我们看一下啊，这块默认是0改掉，是关闭浏览器，就比如说我改的30秒，那我改完之后我得怎么办，我得重新
不是重新启动这个，重新启动外部服务器，因为我改变配置文件了。好，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了，然后关掉这个，刷新一下，你看这 ID 是 A663， 我关闭浏览器，在30秒钟之内，你看还是 A663， 因为我关闭浏览器再开启，只要在30秒钟之内，我还是这个绘画 ID， 那我还是使用服务器这个 session， 现在再关闭浏览器，如果能控制在30秒之内，还是这个。那如果时间到了，比如说我在用户空间之间到30秒了， cookie 呢在客户端呢就会怎么的，自动消失了。那30秒钟之内我就得重新再注册了。你看我们访问一下这个 2 页面，你看一下这个数据，你看数组为空了，重新生成一个 session ID， 刷新一下。现在我再访问一下 1， 再给你做一下实验，1.php， 你看啊，先注册一下，然后 2.php， 现在有数据的，也就是它只在客户端生存30秒，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时间，时间打开，你看一下，然后你也看一下这个 session ID， 我现在再刷新，现在30秒之内呢，这个数据，你看，现在到30秒了，数据就没了。所以如果你在 cookie 里边指定时间存30秒，那不管用户是不是登录的，30秒它都会没有数据，你看数据都为空了，对吧？然后这个呢，但是这个为什么说里边还有数据啊，不像这个为零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垃圾是在这里边保存多长时间，保存的是一分钟，他刚才正好是咱们 cookie 是30秒，这是一分钟，所以你还得等30秒再启动的时候，他垃圾能消失。你看又产生一个新的绘画，30秒产生一个新的绘画吗？你看前面的都清除了，而绘画里面没保存值，对吧？都不是我手工删的，都是用垃圾回收器启动的几率把它删掉的。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上面要了解的配置文件中需要我们了解的属性。那不光是这些我们要了解，还有下边这个，这也是我们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它有什么作用。这个呢，你要是我们在解决咱们上面这个问题是将它保存到其他位置的时候，你不得不改的一个变量，因为它定义了来存储获取与绘画关联数据的处理器的名字，它默认值呢是 files， 这个，那意思就是用文件来保存绘画信息。刚才咱们就是文件，而且自己指定保存的位置了。如果咱们说了要想使用这些函数，不是要想把它写到数据库里边，或者是写到远程的文件里边，自己定义的文件的一些存储方式，咱们就得借助于这个函数。如果借助于这个函数，相当于用户自己定义指定的位置，那么我们这个值就要改成 user。 如果我不用这个函数，就想把它直接保存到 memcache 里边，那这个值就是 memcache， 就是这个。那这是服务器路径，那这块指定 memcache 呢，服务器路径我们可以指定 TCP 冒号 localhost 本地的什么11211这个端口，可以直接指定memcache 服务器，这咱们后边会介绍。好，以上介绍的就是咱们这几节课实验需要用到的一些设置属性，希望大家能理解几个概念，就是 session 的生存周期的问题，然后垃圾回收器是怎么工作原理的，它的启动概率是怎么设定的，这是最主要问题。那咱们下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些配置文件了解的情况下，当然你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去详细设置，那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函数自己定义一下 session， 控制 session 文件的写入方式和写入的内容之类的，是这个。如果想把 session 信息保存到文件里边，咱们一定要用这个函数，你看一下，
将 session 使用这个函数，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函数。这节课呢也是为了咱们下一节课帮它写到session 信息里，写到数据库和写在 memcache 里边做准备，所以呢咱一定要了解这个函数。其实如果你就把它写到文件里边去，和咱们默认一样的，咱们现在默认不也是写到这个文件里边吗？当然咱可以自己定义这个文件的名称了，和文件的具体的一个使用形式。这里边咱主要是演示一下这个用，也是用使用文件的方式来演示一下这个函数的一个详细使用，主要是为咱们写入数据库做准备。那用它呢也可以写入远程文件。其实呢咱们现在改变配置文件这个位置，如果你是远程文件共享文件夹已经做好了，直接改变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 D 盘的这个位置是从别的地方共享过来的目录，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写，也可以就直接写到远程服务器当中了。那咱们还是往这个目录写，但是是使用这个函数的方式去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详细用法。我们把手册打开之后，找到这个函数，你看一下，这个函数里边需要传递这么多个回调函数，需要传递这么多回调函数，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假如说我在这个项目文件夹下，我定一下这个文件，假如叫做 session。因为你每个目录下都要调用这个函数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公用的部分写到一个公用的一个配置文件里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需要的参数都有哪些，它需要调用这么多回调函数。那这里边有比如说open， 当然我们是用字符串的方式来去调用，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先把这几个调用的东西都写上 open， open 函数，然后 close 函数，然后 read 函数，按顺序，不要写错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类的方式，那类的方式呢咱们就在下节课里边往数据库里写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编写一个类去调用类内部的这些回调函数。写的方法这里边还需要调用 destroy 销毁的方法，然后调用计息垃圾回收器的方法。好，需要调用这么多回调函数，那我就需要把这些调用完之后，在 session start 的时候session session start 是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我们来开启的绘画，才让这个函数生效。要想用这个函数生效，自己定义这一方法，比如说写呀，什么时候实际调用的，我一会儿向大家写完这个函数，我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么要想使用这个函数，那我们在这块就必须得把这个属性给改掉。哪个属性？配置文件中你看一下，这块必须改，不然的话它不会调用到这个函数。因为这个值 header 使用的初始化数据的方式，现在默认初始化呢是 PHP， 我要改成 USER 用户，说明是用户自己定义的，也就是通过刚才当说的这个函数用户自己定义的，所以这块必须改成 user。 好，我现在重新启动一下绘画控制，重新起下这个配置文件。好，现在这个就生效了，这个用户生效了，也就是我在 session start 的时候会指定这个函数，然后它会自动调用这几个回调函数。那我就把这几个回调函数分别都定义出来。那这几个函数里边怎么写，等一下我一会儿再详细调用 open， open 方法，有个 open 方法，这里边都写上，有个close 方法，它回调嘛，这几个函数你都得有，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 read 读的方法，还有一个 write 写的方法。当然了咱需要把这些方法呢都定义出来，比如说这大话吧，还有销毁的方法 destroy 销毁的方法，然后还有计息的方法，垃圾回收器的方法，这几个。那咱就看一下都什么时候，在什么时机自动调用这几个方法，然后咱们再详细的写这些方法。
当然我们这个现在配置已经可以调用它了，因为在配置文件里边已经将它改成 user 了，这是没问题的。然后看 open 方法， open 方法呢是在运行谁啊，运行 session star 的时候会执行这方法。比如在这里边我会输出一下exe 执行了 open 方法，我这只是输出一下让你看一下，到时候这个是不是在 session star 的时候它这会儿输出了，说明它执行了。然后呢像关闭的，它是在写 session 数据或者是在你在 PHP 程序中执行谁啊，比如说写 session write 写关闭的时候，就写完数据的时候调那个写关闭的函数的之后过时了，这块啊，写关闭数据和结束 session 的时候，然后和什么时候 session 销毁的时候 destroy 它时候执行这个，所以呢我这块也输出一个 exe 执行 close 自动调用这个方法。然后读数据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在 session start 这个时候执行，因为 session star 呢会去读当前 session 的数据并写入到这个超全局数组 session 这个变量里边，所以这个也是在 session star， 所以 session star 会打开 open 和读数据。那这个写数据呢，看一下写数据呢，这是在脚本结束时和使用 session write close 使用这个呢强制提交，也就是 session 数据时执行。那这个销毁呢，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它呢销毁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执行谁啊，执行 session 它的时候，咱们说去执行这个方法，销毁的方法。那这个呢是在垃圾回收的时候，因为它是在垃圾回收的时候，也就是在配置文件中有一个 session.gc 这两个的概率，这个属性和这个属性，比如计息是他和他的值决定的，这个实际是在 open 上面的 open 打开和 read 读数据的时候，也就是在 session start 会相继执行 open， 也就是 session start 会相继执行 open read， 也会执行计息。也会执行这个计息这个函数。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你看一下 session start 的时候我们一共会执行 open 这个read 读还有计息。有 open 呢咱们说了，这个一般能做的作为是启动绘画。然后 read 呢一般的咱们都是读取读取什么读取 session
数据到 dollar 符下划线 SESION 轴，是这样的。那计息呢，当时是垃圾清除的这个东西，所以 OpenStar 会读取这三个。而我们调用销毁的函数，也就是调用这个的时候 ,DES, session, DESTORY,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TROY,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也就是在销毁当前的 session, 一般是删除相应的记录的或文件，那相应的呢此回调函数呢销毁的只是 session 数据。如果你用它销毁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什么？销毁，假如说用它销毁完，你在读那个三人数组的时候，其实还会看到数据，还会看到数据。所以呢，咱们调用计息回收之后才看不到的。然后呢，写数据的时候，也就往三人变量里边，dollar 下边三人赋值的时候呢，会相应的执行什么写的操作和关闭的操作，那也就是保存三人呢。到储的地方，如果不手工的使用这些方法呢，则脚本结束时呢会自动执行。那我们知道这些方法都在什么时候，它相当于注册，这也相当于注册这么多个方法，这些方法在什么时候执行，刚才我也给大家分析了，那每个里边我都写一下执行的地方，一会儿咱们用实验来看一下。第二，这个执行到了ESE 执行到了 WIT 这个方法，然后这个销毁呢会 ESE 执行 DESTROY 这个方法，然后这个会执行这个会执行 EXE DESTROY 这个方法。那这几个里边就不需要参数了吗？这几个里边当然了也需要参数，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默认里边必须存的参数是什么。比如说 open 打开必须得有一个就是保存的路径，比如说 pass 保存的路径和 session 名。那我都说了我用这个调用它怎么把它传进来的呢？你只要在这输出你就知道了，比如说 save PATH, 我再连接一下这个 session 名 session name, 你看这两个名称其实你只要保存这会留两个变量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在这个函数里边用到这两个变量，不用你手动的传，它会自动把配置文件中当然我把这个时间这里边时间我都改一改，不然时间太短的话咱们看不出效果，比如这个我改成最大生存时间是60分钟，然后呢这个30秒我改成0，你看啊，也就是第一个路径它会把这个 pass 这个路径给传到那个 open 方法的第一个参数里边，把这30名会自动传到第二个参数里边，所以呢这两个值决定了咱们在写这个类的时候这两个参数，关闭方法呢是不需要参数的，读你得知道哪个 ID 对应的数据，所以呢这个 ID 我只要一写它会自动把 session ID 传进来，是这样的 session ID。 这个写的方法呢当然我得知道哪个 session ID 对应的是什么数据，所以后边还有一个 session 的session 的数据 DATA，它也会自动传进来，猜都能猜到这几个方法，当然手册里边有例子详细介绍了都需要什么参数，也是这个会直接调用，比如说 dollar 下划线 SESSON 等于什么什么值，当然这个它会对应哪个 session ID 下边的值，对吧，什么数据，这么写的时候会执行这个。那销毁的方法和计息的方法呢，销毁咱们也知道你得销毁的是哪个 ID，哪个 session ID 对应的数据。那计息销毁的时候呢，咱们要会把它生存的时间最大的lifetime 生存时间传进来，也就是配置文件中的这个值，刚才我指定的这个60秒的值，最大的生存时间传过来，这样的。那现在我都没执行，假如说我在我这个程序里边 one 里边，我这也不用 session star 了，因为我在包含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包含 SESLN session 点 PHP， 这样的话它就会调用这些函数，然后这会有 session start。 第二页面我这会也不写了，我只要也 include 包含 SESSION 点 PHP 包含这文件，在销毁的时候我也包含一下这个文件 include 包含 session 点 PHP。 然后我们看一下调用的时机，比如说我现在关闭浏览器，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位置，现在是假如说这已经过期了，你看我开启 http 冒号 localhost， 开启这里边one 页面先注册数据，这都是警告，你看执行了谁啊，执行了 open， 因为这里边在 one 里边我只有谁啊，警告，因为咱这里没写数据呢，警告是很正常的。你看执行了这个里边有30 star， 有写的数据，有写完脚本执行结束的数据，所以呢这里边就是什么，执行了 open 方法，执行了关闭方法。你看这块读出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咱配置文件中的session名和这个位置，要关闭方法，写方法关闭方法调用两次。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写数据它调用这几个方法，我们它这里边当然没有什么，没有读数据，因为现在咱们没有出去读数据。如果执行你看 to.php， 你看执行了销毁方法，然后执行了这个自动调了这个销毁方法，但我们这块原来没有数据，三神没有文件，所以读也读不出来，所以你没看到那个读的方法。那假如说我调用这个 three， 这里边有销毁方法，你看执行了销毁和关闭，执行关闭，那每个里都有三十四大，都执行了打开方法，这就是咱们这几个文件执行的地方。那咱们现在就把这几个方法写全，比如说打开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因为这几个都需要执行路径，所以咱们先把路径设成一个全局的，打开方法就让它设置全局的，所以我不声明在 PHP 里边不也可以直接使用吗，所以我先声明一个把路径声明传，用打开方法声明路径把它先变成全局的 global dollar for se ss session 的 save 保存的路径，我先指定这个，这样的话一调用 IPM 方法就把它设置成全局变量了，那我各个地方都可以使用了。如果用类的话，定义用面向对象方式类的方式做的话，那它就是全局属性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使用全局的还得把它附上保存的路径，还得让它附上这个值等于 PATH 这样。这样的话我们调用三十方法时就会把配文件中读取的路径付给全局，下边就可以使用这个全局参数了，然后只要这方法返回真就证明它执行成功了就可以了。那关闭方法呢我们也不用执行，直接怎么的返回一个真就可以了。一般的关闭的时候咱们不用处理，读的时候那首先呢读的时候我得知道，也得使用这个读的时候我得指定这个全局的路径，从这个路径下边某个地方去读。那写的时候呢我也要知道这个全局的路径，写的时候也要，当然了像下边比如说销毁啊还有垃圾回收啊也都需要读到这个路径，也都需要这么做。看一下，那呢先分别看一下，比如说我先往文件里写，我先定一下保存的文件，因为这个路径知道了我们保存到是这个位置下，那我就随便自己定一个文件名，那写的时候 ID 也知道数据也知道，那就很好写了。比如说我定一个session 的文件等于让这个这文件在哪儿呢 SESSSAVE 这个路径下边的，那我可以起个前缀，比如说高洛峰，然后下标再连接 $ID， 你看我就知道这个文件名用这个 ID 加上前缀做文件名就可以了。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个文件名吗，然后
有了这个保存的文件名，那我们就把这个文件打开就可以了。比如说先判断一下，做一个 FP 文件指针，然后呢 FOpen 打开谁啊，打开$SESS 下划线 file， 打开这个文件，以写的方式打开，每次呢都是重新去写的方式打开，然后第一个往里写，往哪个里边写呢，往 FP 这文件指针里边写，写什么呢，传进来的第二个参数的三十数据，三十数据，然后关闭掉这个文件指针，如果写成功的话返回真就可以了，返回上面做的这个写成功的真假，看他写的成功就返回真，失败就返回假呗，我就返回 RETURN 就能确保返回成功，否则的话如果没有打开失败的话，那我就直接返回假就可以了，这就可以写数据，也就是我在直接使用这个赋值的时候，那么就直接会写，通过这方式往这文件里写三十数据，当然了是执行这个强制往三十数据写的时候，如果有多数据也会一起更新这里边的数据就完了。那读数据呢，有写数据了，那咱想办法写读数据怎么办呢，那也很容易了，这个塞身文件也是同一个塞身文件，从这里边那直接用 file 下划线 get 然后 content 读这个塞身文件中的内容 ,sess file 读这文件内容，然后我只要返回读的内容，当然了如果它读了都是字符串，咱们也可以强制转换一下返回这个字符串，就可以把这个数据都读出来，从三声读到这个这些变量数组中，当然这里边是一个前面咱也看过这里边类需要的字符串类型都会往这里读，然后销毁呢这里边当然了也是很容易的，也要知道这个路径，只要我把那些对应的文件它对应的去销毁当前那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直接这个路径不有这文件吗，直接 RETURN 返回 UNLINK 删除，删除谁啊，删除这个文件就可以了，把这文件删除。那垃圾回收呢，你删除就不止一个，所有过期的咱们都要删除，所有过期的咱们都要删除，那现在咱们就循环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作用，GLOB， 你看看，寻找与匹配的文件的路径，只要以什么开头的，你看星点 TST 就把星点 TST 全读出来，然后把它每一个文件名都编列出来，然后知道每一个文件的尺寸，所以咱们用这个函数，你看我在这里边 GLOB 按刚才的所有的 SESSSAVEPass 这个路径下边的所有以这个开头的所有文件，那下边的都是三十文件，都是以它开头的所有的三十文件，这块应该加上 GLOB， 前面加上 GLOB 了，便利这文件 for h， 便利这个文件作为每一个文件，那就是把所有这个开头文件都便利，当然这个开头文件不一定说全是过期的，所以咱得判断，如果文件的修改时间，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哪个文件呢，就是便利出来的这个文件名，这个文件修改时间加上参数传过来的这个文件的生存时间，如果小于当前时间的，那肯定就是过期的，如果它俩相加的话，大于当前时间还没到时间呢，所以小于当前时间的
我们都要怎么的，用这个 UN link 删除掉，这样的话这是咱们自己写一个垃圾回收的用到了文件处理里边的东西删除了，然后最后当然这几个都需要有返回值的，这就回到函数返回真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用，如果没写错的情况，写错咱们再调。你看现在这没有任何文件的，我关闭浏览器然后再开启，跟刚才作用是一样的，比如万点 PHP， 对，咱们细说 PHP 目录下的万点 PHP， 看一下看一下问题警告，但是警告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它是投信息之前有发送，在这个二十行之前，也就是我前边有输出的地方，三十四大前边有输出，咱再试一下第二页面能不能读出数据。to.php 数组为空的，证明咱们第一个页面还没写成功。然后看一下警告发生的地方，就是这个文件读 D 盘下边 session 这个文件打开失败，没有如此的文件或目录。看万页面，他也说这个没有这文件或目录，那咱找一些原因，他这里边两个没有数据，删除一下，刷新一下读这个文件没有数据，那就是咱们写的文件的时候有可能数据出错了，这里边为空，咱们再把这个找到。ID 写文件指针写 session 数据，然后关闭文件指针返回真返回假，咱们这个它有可能先读没写数据先读，所以产生警告前面输出，所以我把这些都把这些输出先给它屏蔽掉，比如说有可能是这块文件的地方，打开文件的地方呢咱有错误地方先也把它给屏蔽掉，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比如说这个文件不存在删除的地方，咱们也有可能不存在，因为自己回调函数不一定先执行哪个嘛，所以先把错误信息都屏蔽掉一下，没有输出的话34大就能开启成功。未知的这个 session 对象 cookie 头已经发送，那下边这个 cookie 头发送的都是因为这个初始化失败，那我看一下配置文件找到错误原因了，这会儿改错了，这会儿不是初始化这个header 这个信息，这会儿还要改回 PHP， 这会儿刚才写错了，咱们要找到信息看一下啊，在最上边呢这块保存的形状默认是 files， 咱前面说过咱们要把它改成用户信息 user， 咱重启一下服务器，这个没写成的话没改成的话，那原因就出在哪儿了，如果它没改成，那么我们也就是这个函数我们也就调用不成功了，现在改成用户自定义的，那这个我们再来试一下，把这session这块这个文件删除掉，我们再重新来试一下啊，刷新一下，好，这个就保存成功了，你看这也有文件了，文件里边呢也保存数据了，看跟刚才咱们默认指定的是一样的，然后读取数据 to.php刷新一下，刚才是缓存，你看也能把这三个数据读出来，然后销毁一下 dhie.php 销毁一下也没有了，这文件也没有了，如果你看咱过期时间的 one.php 开启一下复制目录，然后关闭一下，现在它已经成为垃圾了，我们再来开启一下，
因为每次关闭浏览器 ，Cookie 都会生成一下，所以有个新的 session ID， 然后呢，原来 session ID 就变了。那现在我刷新将在一分钟，因为那里边保存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时候，这个生存时间到了，然后呢，它的生存时间到了，然后垃圾回收启动，每次我刷新，因为是一比一的启动，我在配装件里边配置的垃圾回收器，是每执行一下 session start 都会启动一次。在下边值它俩是一比一的，也就100%的回收，所以如果一分钟到了的话，然后它也会执行咱们这里边的方法。你看这不就是那原理吗？时间加上这个最大时间到的话，小于这个时间也就过期了，我们就删除所有这个文件。现在咱只要测试这个方法能不能执行成功，然后这里边我刷新一下，直接输出一下DRLET删除，删除这块，输出一下 file name， 我得把这个位置打开，看看有没有那个输出。你看，输出了这个文件，那证明是把那已经删除了，原来的文件就没有了。好，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要向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就是介绍了 session 可以写到什么位置，然后 session 中咱们写到其他位置重要的几个跟 session 有关的配置文件的数据，然后咱们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函数的用法。当然大家通过实验多错几这个函数都需要什么参数，什么实际调用，就会用这几个了。其实咱完成的实验和不写这个文件处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将 session 的所有处理都不是用默认的，已经改写成通过这个文件的方式了。那我也可以将之前的项目，比如说这个文件关掉，这个手册咱们先也关掉吧，这也关掉，这些都关掉。比如说将上一节课的将上一节课咱们用到那个例子，比如说上节课咱们用的是 session 的例子，是往文件用户一个登录的例子，我只要把这个 session.php 拷贝到这个目录下，你看，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位置换了，换成 include 包含 session session.php。 如果大家对上节课那个例子不熟的话，你可以来再去看一下上节课咱们向大家讲过的内容，然后登录内容这块咱们也换掉 include 包含的session.php 都换成这文件，那也就是上一次上节课登录的例子就全改成这种自定义处理的。那你对每一步都可以自己加上你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好不好使，我们也一样的 session 写到这个目录下，你看，打开上节课的例子 ，localhost 用户下边的，先说 PHP 下边的 session.php， 哦，不是 session.php， 这里边 int.php， 用户下边的。细说 PHP 下边的session 目录下边的 index.php， 好，是一个用户登录，比如说 admin 登录 admin， 好，登录了，这里边你看从零字节变成一个字节了，用咱们自己文件，那我退出，你看这文件也会消失，再重新登录，用自己定义的，假如用 hello 用户登录也会登录成功 ，Hello 用户。然后你看，也是 GLF 开头的文件，也使用咱们自己处理的。所以把项目中的改成你自己定义的也是非常容易了。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录到这里。